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意思意思，今日嚟到系列治文山地区 Highway 7同埋 Leslie 白老汇茶餐厅，之前都嚟过，就系啱啱佢哋开张嘅时候。今日嚟系因为有好嘢想同大家分享同埋介绍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佢又系好中意周围食嘢，讲饮讲食就最啱啦。好多时佢都话俾我听有啲乜嘢好嘢食，今次都唔例外。前嗰几日佢 send 咗个 WhatsApp 俾我，话俾我听呢度有好介绍啊！大家睇睇呢个信息，佢 send 俾我噶，我读一次俾大家睇下。佢话俾我听 ，Leslie 同埋 Highway 7嘅白老汇茶餐厅今日开始有堂食1.5元只鸡或者系咕噜肉。當然是要叫其他正價送，有人吃過臘魚兩食38.99元說 OK， 椒鹽加炒球大約是2磅。當時我看完他這個訊息之後呢，都不是很心動，因為白老匯茶餐廳的地址對我們來說都有段距離啦。還有如果你說雞或者咕嚕肉，我就覺得他茶餐廳怎麼會是做這些小炒會好吃呢？所以我都沒有心動，沒什麼理他。我還回覆他，我說我都知道，你去試客回來告訴我聽。但是為什麼會做到構成今天我會來這裡呢？就是他幾天之後又發了第二個口信給我，他告訴我他跟他的朋友下個星期二回來這裡吃飯，還拍了一個相片給我看，每週特價。是的，他寫著每週特價。為什麼我會有猶豫呢？因為他所謂的每週特價其實是不是應該是 daily special 呢？因為他每一日都有不同的特惠，例如星期一就有1.5元隻雞，星期二三不講了，因為今天星期四就跟大家講一下今天星期四來。為什麼？因為有龍蝦，大家都知道我們是龍蝦愛好者。今天星期四龍蝦是特價19.99元一磅，整法可以揀，可以揀不同的做法。如果是需要金沙的話就要加錢，其餘的做法就都是包埋的。可不可以拎起來看？可以，看看有多生猛先。網友們，他忍住個槓啊，他開了那個槓，那個槓，那個槓，好生猛，網友們，只是需要19.99元一磅。當我哋落咗 order， 叫咗個龍蝦之後，就送咗兩碗梨湯上嚟俾我哋飲。呢個湯咧應該就係一個雪梨湯，因為除咗雪梨之外，就見唔到其他嘢。湯色咧就係好清晰嘅。所以如果話係一個雪梨湯，會唔會改名做一個雪梨水比較貼切啲咧？鏡頭背後我就飲咗啦。除咗飲到雪梨有少少嘅味道之外咧，就鹹味啦，就係咁樣。龍蝦我哋選擇咗用美極去煮，因為貪佢唔使再加錢。純粹睇個外形，我都會覺得係幾有好感嘅，因為我覺得佢炒得幾乾身，同埋我呢個角度睇咧，個碟底咧都係冇汁，咁都好似一如以往我哋又食嗰啲龍蝦，都係啲汁咧係揾個龍蝦已經係包曬，即係啲汁已經上曬去噶啦。同埋佢都炒得係幾乾身咯。但是呢，我又想起剛才哥哥告訴我這隻龍蝦是3.6磅，我就這樣目測呢，就跟我的期望好像有一點距離。因為我印象當中前一陣子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們另外一條片，去某一間餐館吃了一隻龍蝦是4磅重，那隻龍蝦都可以砌到龍蝦山的規模的壯觀。但是這個呢，除了頭大之外，鉗大呢，身好像不是很成比例了。試下件波子先，聞落去好香，我未咬到龍蝦肉，淨係咬佢邊皮嗰啲位置，都覺得佢係脆口嘅。龍蝦肉我會覺得佢係實啲，佢唔係話唔爽，都係新鮮嘅，但係比起上嚟咧，就覺得佢實少少啦。味道方面係好味嘅，因為佢炒得乾身，所以咧，無論係佢個蝦殼也好，
龍蝦肉本身都好咧，都入到味嘅。一陣間我要食多兩件，睇下其他部位個感覺係咪一樣先。吃多了兩件龍蝦之後，發覺個感受都是一樣，連埋攝影師哥哥的感覺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再重複一次，個肉是實啲嘅，同埋咧嗰個味道是 OK， 乾身。中間仲有一段小插曲想跟大家分享。頭先擺落嚟嘅時候，我咪同大家講話呢一個三磅六嘅龍蝦望落去就比較好似爭少少。跟住我哋就再睇一睇啦，因為一路食嘅時候，再望一望佢哋嗰啲，即係嗰只龍蝦嗰啲肉啊、手腳啊，係咪齊全啦？咁啊，發現咗一樣嘢，呢個鉗係得呢一橛，另外呢一個係另一個鉗係得呢一橛。咁我哋就問咗阿攝影哥哥啦，咁啊攝影哥哥就過嚟睇，咁佢就都覺得好奇怪，點解會咁樣情形？咁我哋都將頭先我哋影低咗嘅相俾佢睇，因為發現頭先個相同而家龍蝦唔係好配合。跟住隔咗一陣啊，其實佢話俾我聽，佢會係入去跟進。隔咗一陣之後，攝影姐姐就拎咗呢一個出嚟，就話俾我哋聽，卒之揾得到佢隻鉗啊，個手指啊，另外一橛啊。頭先我摸落去咧，仲係熱嘅，即係暖啦。咁啊，成件事真係好似刑事偵緝檔案咁啊！我而家睇翻佢每週特價嗰一張嘅 flyer 啦，或者叫做廣告又好，招牌又好啦。佢咧原來係星期一至星期日都有特惠嘅，星期五至星期日咧佢係最後邊嗰一格，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。咁另外頭先都問咗攝影哥哥，星期一嗰度話$1嗰個慈明半隻姜葱霸王雞咧，原來係要食滿$28先至可以用$1嚟到食嘅。咁我都覺得幾抵嘅，講價錢方面。咁星期二、三、四咧，即係今日啦，就冇乜特別話要要求啲咩。知道餐單嗰度咁樣寫就有咁嘅特惠啦。咁今晚食咗呢個龍蝦，我會用翻一個$19.99一磅嘅思維嚟到諗嘢。如果係咁嘅價錢的話咧，咁都 OK 啦。即係除咗話望落去比較細只少少之外，咁或者我下一次試下其他日子嚟食，會唔會其他嘅嘢有驚喜啊？啊，容許我喺呢度做一啲私人嘢，我想同我個朋友講。如果你下個星期二嚟食飯，如果有啲又係特別有驚喜，又或者係有啲咩想分享的話，記得私信我，咁我又可以同大家網友講下啦。雖然大家都知道呢個龍蝦係做緊特價$19.99一磅，我哋呢只龍蝦係三磅六，咁我哋都要話俾大家聽，我哋今晚係食咗$81.36。是不是很奇怪為什麼我們今晚吃一隻龍蝦就收手和收口呢？因為我想著我們都是去另一間再吃過。